那么就对于这个前面的这个阿莱拉赫米米啊，后边呢其实也给出两个例句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Haraja al Abu Rahman Hatli Lamatari。首先前面这句话是 Haraja al Abu， 意思是爸爸出门了。然后 Rahman 可以看到什么？哎，它前后既没有加这个介词，后方也没有加介词，一个词。那么其实它本身就具有这个尽管虽然的意思哈，尽管什么情况呢？这个词 hatli 它呢是 hatla 下雨，尤其指的是下雨这个动作的啊，专指下雨动作的下啊，它这个词它的词根。那么 hatli al motori 意思就是下雨，所以这句话也就是说即便下着雨，哎，爸爸还是出门了。第二个例句 la yazalu al umalu yuwasiluna amalahum ala al rahmi min hararatil jawi。 那么前面这个 la yazalu， 哎，我们知道意思为什么，仍然继续，对吧？依然，谁依然呢？哎，注意是 al umalu 啊，这里边它是意思为什么工人劳工，对吧？工人呢仍然干嘛呢？ You were so long 呢啊，这个短语大家也可以记下来，叫 were so long， 本身这个词就是意为继续持续啊。然后 amelai， You were so long the amelai， 意思是继续工作啊，仍旧继续工作。所以前面也就说工人呢仍旧工作着啊，仍旧工作着。然后后边 alai rahmi min， 尽管什么情况呢？啊，这个正片组合 hararati al jawi， 天气很热，对吧？所以整句话整合一下，就是说尽管天气啊就是炎热，工人们还是在工作，还在劳作。好，这是这两个。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啊。那既然做了一个总体上的这个家庭的一个介绍，下面我们走到每个家庭内部，那么它的构成的成员有谁呢？哎，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自然说最主要就是有爸爸和妈妈，看这一部分是怎样来介绍的。 Al Abu Rasul A'ilati Al-Arabiyati Wa Huwa Al-Mas'ulu Anha Iqtisadiyan Wa Ijtima'iyan Wa Yuqaddimu هو لأعضاء عائلته كل خدمة يستطيع تقديمها فيحترمه أفراد العائلة إلى أبعد الحدود والأم سيدة البيت ومديرته تقوم بتربية أولادهاوتعتني بأعضاء العائلة عناية دقيقة فيحترمها زوجها وأولادها أعظم الاحترام والعرب يقولون الجنة تحت أقدام الأمهات。 好，那这就是第二部分。那么接着就要进行一下这个家庭成员的一个介绍。那么首先介绍就是谁呢？哎，爸爸，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首先对父亲的介绍。 Al Abu 啊，父亲他是什么呢？ Rasul Al A'ilati Al Arabiyati， 我们知道这个 Rasul 是头，对吧？或者说领导啊，比如说这个叫 Rasul Suniyu， 就是中国的主席，对吧？那这里边他这个正片组合意思就是阿拉伯家庭的啊，就是家人家主啊，做主的人，哎，家主人做主的人就是爸爸。那么他是什么呢？我 huwa al mas'ulu 啊，他就是这个负责人。 al mas'ulu 意思是负责，对吧？ anha 那么他负责的对象是谁呢？ hai 啊，他这个指代的就是前面的这个 al a'ilati al arabiyati， 指代就是前面这个阿拉伯家庭。也就是说爸爸呢是阿拉伯家里面的这个啊，就是叫脊梁骨啊，主人，哎，做主的人。
然后呢，在哪些方面？哎，大家看 ，iqtisadiyan 这个形容词意思叫做经济方面的。还有什么呢 ？wa-ijtimaiyan 还有什么社会的？那么父亲呢，在家庭当中不可能说家庭还存在一个社会，所以结合一下意思翻译，把它翻成叫社交的啊，这样子会更合适。所以这里面意思也就是说，父亲呢是阿拉伯家庭的这个主力啊，然后呢他掌控着什么经济以及社交的大权，对吧？他是这两个方面的负责人。那么或许大家会觉得比较奇怪，为什么这个两个形容词呢分别用了泛指？那么这一块大家额外的记忆一下，那么就是在阿拉伯语的表达当中啊，尤其是用这个派生类型的词，就是说比如这个词它是由 iqtisadun 啊这个经济这个名词啊派生出来的 iqtisadiyun， 然后还有这个 ijtimaun 也是由这个聚集这个词根啊转派生出来的形容词 ijtimaiyan 意为社会的。那么这两个词呢在句子当中分别用泛指的宾格形式，可以表达说在不同的方面，比如说这就是在经济方面，这个就是在社交方面。所以整句话的意思也就是在说这个爸爸在阿拉伯家庭当中在这两个方面是做主的啊，作为就是主操大权的。好，再往后 wa yuqaddimu 哎，谁提供呢？哎，还应该是指的就是这个 al-abu 父亲。那么他提供什么呢 ？hu 啊 li adoi a'ilatihi adoun 我们知道他是成员啊，组成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单数是 adoun 啊，他的复数是 adoun。那么这个正片组合。阿多伊拉阿伊莱提意思就是说家庭成员啊，比如说爸爸妈妈还有孩子。那么也就是说他提供给对象就是利啊，这里面给的对象就是家庭的每个成员啊，什么呢 ？Kulla hidmatin 啊 ，Kulla hidmatin 就是所有的服务啊，所有的需求。也就是说他为家庭中每个成员提供所有的需求。那么后边的这句话，哎，大家注意，这里边啊 ，yestatu， 那么这个就说能够这个动词，那么它的主语也指的就是前面的爸爸啊。那么他能够提供的什么 ？takdimu hai， 这个 hai 大家把它往前指，可能让大家自己直接分析还有点难度。那么它指代就是前面这个 hidmatin 啊，就是 kulla hidmatin。那么这里边 yestatu 它呢能够干嘛呢 ？takdim 啊，用一个词根表示提供 kuli hidmatin 啊，提供所有的服务，也就是说它尽可能的去满足哈，就是家庭成员当中所需要的每种服务啊，每种需求。所以这里面虽然 hidmatun 本身是叫做服务和贡献这样的意思，但是在具体的语境当中可以有一定的转换。然后再往后 fa yahtarimuhu 啊，那么这里边说所以呢谁尊重谁呢啊，这个下一句话的主语是 afradu la a'ilati， 那么这个正片组合的正词啊，它其实就是个人单个啊 faradun 它的复数形式。那么家庭成员当中的单个人就是指家庭成员中的每一个人，对吧？那么家庭成员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啊，他尊重，哎，尊重的对象。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 who 指代的就是前面的这个 al-abu， 也就是说家庭成员当中成员呢都尊重这个爸爸。然后后边这个短语大家画下来 ，ila abadi al-hududi 啊，后边这个是 abadi。本身呢这个词其实是由巴代或者不阿代这个动词远的变成远的，它的这个比较基形式就是 ab adu 啊，大家记住 ab adu。 那么 ab adu al hududi， hududu 呢本身是界限线范围啊，界限或者是国家之间的这个界限啊，河流的界限啊，指的是这个。那么最大的限度，
所以这个伊莱艾巴阿迪了后度的意思就是尽最大的限度，最大的可能，表示一种程度，也就是说家庭成员对父亲的尊重是达到了尽可能最大的限度的啊，这里边。然后这个呢啊，前边就是对父亲的啊，父亲在家中地位啊，还有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个介绍。我们从头呢把父亲在阿拉伯家庭当中的位置重新翻译一下。这个爸爸呢是阿拉伯家庭的头，他呢负责经济和社交两个方面，他呢为家庭成员呢尽他可能的提供所有的需求。家庭里面的每个人呢都尽最大的限度尊重他啊，都是非常的极其，或者可以翻成极其的非常尊敬他。好，那既然介绍了这个父亲之后，下面就是母亲了。我的乌母，那么妈妈在家中是什么呢？ Sayyidatul Bayt。 那么我们之前学到那个叫Sayyidatun， 它是 Sayyidun 先生的复数，那么这个 Sayyidatun 其实它就是 Sayyidun 先生的阴性，也就是说女士。那么它是这个正片组合，意思就是说是家里面的女士，其实意思什么是家的女主人，对吧？啊，那么还有什么呢？我 mudiratuha mudiratuhu 啊，这个 who 呢指代的就是前面的这个 albayt 家。 mudiratun 我们知道是什么，经理，对吧？那也就说是也可以叫管理者。所以呢就说妈妈的身份呢有两重，第一个呢就是家的主人，第二个呢就是家的管理者。那么他对家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看冒号后面的内容，他顾母比他的毕业题奥莱迪海。那么首先这个动词嘎买比，之前我们也有讲过说，当你无并不太确定一个具体的动词表达方式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借助于这个动词嘎买和借助于这个介词比，然后后面再加上你想要表达的这个动作或含义，也就是说它的意思是比较宽泛的。所以这里边它就像说他供逼啊，他要做，妈妈要做什么呢？他的毕业题，他的毕业意思是什么？教导培育啊，教导啊，教育培育的意思。那么这个正片组合意思就是说要教导他的啊，叫培育培养他的孩子。然后还要干嘛呢？我他他你比啊，这个词亚特奈亚特尼比，它也是一个间接及物动词，搭配的这个介词就是这个 be， 意思为照顾啊，照料啊，关心。那么它还要照顾什么呢？阿多伊拉阿伊莱提啊，家庭当中的所有成员。然后用一个叫程度状语来表现什么？这个关心的程度是怎样的呢？程度是艾奈亚坦德格伊卡坦。那么 dagigato 呢有精确的、细微的、细心的、细心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些意思。所以这个整个词它的意思就是细心的照料。所以整句话意思就是说他还要细心的照顾家庭中的每个成员。然后再往后 fai， 那么既然说母亲在家中啊做了这么多的贡献，那么 fai yahtarimu hai造主还，那么 yahtarimu 还是谁尊重，还就指的是前面这个 al-um， 对吧？那么尊重母亲啊，主语的对象是造主还啊，还仍然指的是这个母亲，也就是说她的丈夫呢很尊敬她。还有呢我 awladu 还，还有她的孩子们呢 a'zamal yahtarami， 大家把这一段也画下来，叫做极大的啊，最大的敬意啊，极高的敬意。也就是说她的丈夫呢很尊重她，她的孩子也致以最高的尊重。后边我的阿拉伯，这是一个复数啊，表示阿拉伯人呢也古鲁呢，有句俗语叫什么呢？这句话 al-jannatu tahta aqdami al-ummahati。 那么首先第一个词 al-jannatu， 它意思就是什么？ paradise啊， heaven 就是天堂。那么天堂它在什么什么下面？ academy 它是指脚的复数啊， gadam 是它的单数，在
众多的角，谁的角的后面，这个正片组合后面接的是这个 um 的复数 al umahati， 也就是在母亲的足下，对吧？所以这句也是阿拉伯语的一个谚语，也是表明这个母爱是无私的啊，并称为母亲的伟大，称叫这句话就是说这个啊，天堂就在母亲的脚下啊，这句话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啊，表达一下对母亲的感谢呀，表达母爱的博大啊。这里 al jannatu tahta aqdami al ummahati 啊，这句话。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